Hello， 大家早上好。因为最近睡得都比较早，所以起得也比较早，8点钟就起了，然后准备大早上先去洗个衣服。因为每天回去都太晚了嘛，然后洗衣机预约都超级多人，只有早上才能洗到衣服。今天化了个妆，感觉还挺美的，嘿嘿。这个耳机简直就是潮流单品。然后早上又去食堂买了根玉米，回工作室冲了个拿铁，还是用速溶和牛奶冲的。我工作室有个学姐真的太好了，每次我在工作室她都会夸我好漂亮，好爱她，嘿嘿。所以大家也要多夸人哦，尤其是身边的女孩子们，这样大家都会很开心了。再来吃个昨天买的吐司，还剩4片。这个曼可顿的吐司我真的推10000遍，好软，好有嚼劲，好喜欢。对了，还和你们分享一下，也是一件让我开心的小事情。就今天就在工作室的时候嘛，然后我有个学姐，她跟我说，说她的室友跟她说，经常在4楼看见一个露腰的美女。我说那不会就是我吧？反正咱们就是天天花枝招展来上班，别管了。你们看我工作室的博士学姐摇头晃脑的，好像一个那种钟摆哦，太可爱了。又从冰箱里拿出了我的冰三得利，这是我的续命水。然后中午吃了个昨天买的寿司。这个时候本来我们工作室是已经没人了，我以为可以美美录个吃播，结果马上我的两个学姐就进来了。我觉得这种寿司还挺好吃的，就是上面有这种豆皮的，反正它这个豆皮还挺有味道的。反正我觉得这盒寿司比另外一种要好吃一点。你吃的是外卖吗？你吃的是很新奇的东西。感觉你吃的很新，吃的不是食堂。吃的寿司。先是咋？叫超的。我以为你点了外卖呢。我哪有那么大本事还点外卖？想吃外卖，想吃鸡。今天第七天，说不定明天就能吃。对，明天啊，明天能出外卖吃。明天应该能吧？可可今天都出了，但是他是就是特殊情况，对，特殊情况出的。所以明天应该能出了，希望如此。耳机24小时都要焊头上，别管了。又给我的百合换了下水，我真的好喜欢百合啊！我宣布，百合是我最喜欢的花，真的太香了，又香又好看。本来我今天是打算休息了的，但是呢，有个朋友他又叫我了，我这种有求必应的人怎么可能不来呢？再等会朋友过来打球。因为他说他的心态不到了，手痒，钱打用，哎，咱们就是有求必应。要是有人约我，就一定会来打球。大太阳的，现在是下午2点钟，太阳正大的时候，服了，感觉我的手已经分层了，颜色。我今天的求搭子说浅打一下，结果没想到这么浅，就打了38分钟，他就走了，无语。哎，算，那我也回工作室学习一会儿，好多汗。晚上点了一个瓦香大白菜加鸡块，是12块钱。为什么不点瓦香鸡加白菜呢？因为那样比较贵，好吧，咱们就是省钱小能手。现在还是属于3+4阶段，所以呢，不能堂食，只能打包。给你们看今晚的月亮，是不是还挺圆的，又圆又亮？呜呼，给你们看我的瓦香大白菜加鸡块，看着还不错。
啥奶茶？为什么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像会倒闭的那种奶茶店？感觉这个鸡块真不错，就是又不腥又不柴，而且肉还挺多的，就不是都是骨头的那种。我又在看破产姐妹了，看到那个Max 和 Caroline 去在厕所推销他们的 cupcake， 我天，感觉就是他们两个身上就是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地方，感觉那种有自己梦想然后朝自己梦想去努力的那种精神还挺让人感动的。你们看这个鸡块是真不错。今天是第七天，希望明天能够解封。虽然解封出去了，我也没什么钱出去吃好吃的，但是还是想出去。然后这个卢溪河的桃酥也是昨天我室友给我的，浅尝一下吧。晚上滑长板回宿舍了，好久没滑了，因为一直都在打网球。但是今天滑板还是有那种很爽的感觉。然后又去教超买了瓶矿泉水。给你们看我种的郁金香，小汪居然说怎么看着像大蒜，我真服了他。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大家拜拜，我们下期视频见。